時尚嘅城市，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 fashion show 會喺香港度舉行噶。好似啲亞洲時尚城市 Center Station 香港國際時尚會展咧，亦都啱啱順利舉行咗啦。而我哋亦都睇咗當中嘅片段啦。冇錯啊，我哋亦都咧親身演繹咗佢哋其中嘅一啲作品啦。今日其實真係好開心啦，除咗可以化身 model 之外咧，亦都有幸邀請到啊兩位曾經參與紐約同倫敦時裝周嘅設計師上到嚟同我哋傾偈嘅，分享一啲咧最新嘅時裝資訊俾大家。不如而家即刻有請著名時裝設計師 Mountain Yan 同埋 Betty Zhang。首先傾下偈先啦，因為今年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世界各地好多 fashion show 咧都用咗唔同嘅形式去呈現佢哋嘅 collection 嘅，就去迎合呢個新世界一個新動態啦。咁啊，譬如香港呢個大會啦，亦都決定咗將佢哋 fashion show 擺上 online， 配合咗一啲嘅電腦特技啦，做咗一個虛擬嘅時裝匯演啦。你哋有啲咩感覺咧？同埋覺得今次呢個 show 同埋平時嘅 show 最大嘅唔同係啲咩咧？我覺得先啦，咁其實咧一般嘅時裝 show 咧係好趕，即係好緊湊嘅時間。咁我哋做個 preparation 咧，可能要再耐啲啦。跟住喺呢個嘅剪接嘅一個 fashion show 上面，其實我哋最重要係點樣喺剪接之前做好曬所有嘅 preparation。但係以前咧，我哋跟嘅傳統 fashion show， 連後台上邊嘅每一個細節一拱出去就要係㗎啦。係啊，咁所以今次其實有少少嘅空間 buffer 可以俾我哋調整嘅。嗯 ，Betty 覺得咧？我覺得其實可以令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人都可以 enjoy 到呢一場 fashion show， 跟住就係我哋都做咗一個 digital 嘅 fashion show， 同埋融合咗電腦嘅特技，所以喺背景嘅主題上都有好多想像嘅空間，所以呢個係之前傳統嘅 fashion show 係好難做到嘅。不如講下你今次嘅作品啦，其實你哋自己都用咗幾耐時間去準備呢？其實我從一開始有 idea 到最後完成，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咯。即係得一季嘅時間。Mountain 咧，其實都差唔多嘅。咁我自己咧就喺呢個嘅digital 嘅一個 fashion show 之前咧，就已經完成咗噶啦。咁所以慶幸地咧，就喺個 preparation 上邊我係充裕嘅。咁所以就。輕鬆啲。咁係啊 ，Martin， 我知道你每年咧都會出好多唔同嘅系列嘅喎。咁你係揀咗邊一個系列去參加今次嘅 fashion show 咧？今次呢個系列咧係靈感來自於蘇格蘭嘅一個叫做 Bow to No One 嘅系列。咁啊，希望以一個火鳳凰浴火重生嘅一個 concept 咧，喺一個疫情嘅情況之下咧，做 fashion show 係唔容易嘅。我哋希望帶住呢個好 positive、好 brave、好 powerful 嘅 energy 擺落去個系列裏邊。咁希望我哋嘅target audience 女性或者有少少嘅男性都係勇敢去 break through 呢個 problem。即係好似我而家身上面呢一套就係你 collection 裏邊其中一個 item 啦，就係 Bound to No One 嘅。係。咁佢哋選擇都係用紅色為主。其實都唔係嘅，咁不過紅色咧係代表住一個火焰嘅顏色。我哋希望呢個嘅成個系列裏邊咧，除咗我哋傳統嘅深色系列嘅顏色，黑色啊、灰色啊等等，紅色係今次呢個主打系列，應該可以咁講。咁我哋希望呢個紅色係俾大家一個火焰，希望佢哋做起一個事情嚟，有個目標明確嘅一個感覺。不如 Betty 你都講下你嘅作品啦，我著咗其中一件係上身啦。其實今次設計嘅靈感係嚟自七號板同一啲古典嘅建築，因為我想用比較 structure 嘅風格去表達女性除咗温柔都可以有獨立同堅強嘅一面。明白，我又知道 Betty 你本身都好重視呢個時裝嘅可持續性噶，咁你好多時都會運用翻一啲天然纖維啊，或者係一啲環保嘅面料去做製作啦。咁你今次嘅作品又有冇加入呢啲物料呢？其實有嘅，今次我哋除咗用羊毛作為一個最主要嘅 material， 咁喺剪裁嘅方面咧，都係用咗一個 zero waste
嘅方法，咁就係做到一個 eco-friendly 嘅效果嘅。咁除咗我哋兩個著住嘅系列嘅衫之外咧，其實喺個 collection 裏邊仲有其他嘅作品都有帶咗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我哋不如先嚟介紹一下啲各自啲兩件衫有啲咩特色啦。Mountain 講先啦，邊嗰件衫？你的設計概念和佢的特色在哪裡呢？其實呢今次呢我們用了很多宮廷元素，一個英倫風，將個女性的線條收得更加窄，就是一個 corset 的處理，即是中間落了一些骨切角，的腰更加細，對，望佢更加細。其次就是今年都比較流行一些 puff sleeve， 令到整個 silhouette 上面是 tough 少少，但是又帶到少少女性元素。Betty 呢？其實今次我揀了兩種英國最有代表性的 fabric， 就好像條紋和 Scotland 的 tartans， 同埋咧好像 Jumbo 做呢條裙咧，其實我都用很多 buttons 去做一個設計的 detail， 同埋呢個位置咧，如果你扣的是不同的話咧，係有可以有啲 ruffles 的效果出嚟嘅。同埋呢件嘅後面咧，都係用 button 去固定，所以呢一半你可以放落嚟，而都可以做上去，所以可以跟翻自己嘅一個心情去改變。即係所以一條裙就可以變成好多唔同嘅著法啦。冇錯。咁另外啲兩件嘅特色都係一樣，都係以 button 為主咯。見到都係係咪？藍色呢一套就係比較 vintage 啲嘅，因為個西裝褸同條裙咧都係比較修身，可以突出我哋女性比較苗條同埋性感嘅。身材啦，但顏色我就揀了一個比較 sharp 的藍色去做一些大的 contrast 出嚟咯。黑白嗰一件咧，其實我都係用翻自己 hand drawing 嘅 pattern， 同埋個領嘅設計咧都有少少古典嘅味道。跟住都配翻一條前後唔對稱嘅裙，跟住下面咧都係做咗一啲 draping 嘅效果。同埋重點咧，其實係手就維持嘅 buttons， 因為你可以求。又可以不扣，如果扣的話咧，就係比較 classic； 不扣的話，就係比較 sexy 啲咯。咁啊 ，Mountain 咧，我見到你兩件衫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佢有一啲嘅主要元素，譬如腰線嗰啲會一樣啦，但係喺顏色上面就好唔同喎。係冇錯嘅。咁其實咧喺一個系列裏邊咧，我哋除咗一啲主打嘅項目之外咧，都有啲係次要嘅項目嘅。我哋今次咧都做一個印花嘅處理啦。咁、那個印花上面咧，其實係嚟自一啲嘅。花，我哋將佢 distort 落個線條 ，create 咗一啲嘅新嘅電腦嘅線條，咁令到佢嗰個線條上邊有唔同嘅交搭啦。咁、個衫上邊咧，我哋都好似 Betty 咁樣啦，我哋都有一啲嘅 button 嘅元素。咁我哋嘅來源係自邊度咧？係一啲一百幾年代嘅元素啦。咁係百幾年前，一般女士咧著嗰啲嘅宮廷衫嘅時候，後邊好多紐扣嘅，係啦。咁我哋就擺咗喺個手袖上面處理啦。咁其次咧，第二套衫咧，我哋就做咗少少嘅縮窄嘅元素。咁呢個上身縮窄擺喺條裙上邊啦。咁最重要係啲乜嘢咧？就係我哋襯衫嘅時候咧，件衫件件拆開咧都可以獨立自己去襯型。咁我哋今次嘅重點咧係 focus 個腰線。咁所以第二套衫嘅時候，我哋將一個腰封喺一件鬆身嘅恤衫上面著，咁令到個視覺上邊咧個腰係更加細咁樣。同埋我見到件西裝褸咧，你都將一個 corset 嘅元素擺咗喺出邊。係啦，冇錯，滲透咗喺成件衫。咁見到呢兩個 collection 咧，發現兩位 designer 都有一個共同點啦，就係覺得今年咧，所有嘅女性咧都要性感得嚟有剛強嘅一面喎，係咪？即係又唔可以太温柔啦，即係嚟緊嘅時代。咁即係今年嘅秋冬 item 係啲乜嘢係叫 must buy item 咧？如果我揀嘅話，肯定係一件西裝褸，因為西裝褸你分工可以做。你去玩又可以做，所以可以做得很 casual， 又可以做得很 classic， 所以西裝褸應該係唔會錯嘅。係唔會錯嘅。咁但係今年有冇咩顏色嘅西裝褸，或者咩 cutting 嘅西裝褸，你要建議俾大家呢？其實如果 cutting 嘅話，都係比較修身嘅款會比較流行嘅。如果 pattern 可能都係用一啲好似 tartans 咁樣嘅 pattern。我的建議就一定是一個腰封，因為腰封嚟講咧，就係可以 create 到你個腰線更加窄。咁喺呢段時間，大家冇得去買衫，好多舊衫可以炒出嚟嘅時候咧，咁不如試下炒啲 T 恤出嚟啦，或者啲西裝褸出嚟啦。咁點樣令到你已經有嘅嘢有所變化呢？就係著完件恤衫 T 恤，出邊加個腰封，佢嗰啲襯舊西褲都唔錯嘅。